男男 CP 入围的有陈楚河、毕书尽。三立华剧爱上哥们的肚皮配对超揪观众的心，不过背后还有另一个男人最懂肚子风的心，那就是毕书尽饰演的魏清扬，还被粉丝冠上了大哥嫂的美名。而这部戏中的好交情也延伸到戏外，尤其萌萌的毕书尽对楚河哥哥的崇拜更是经常流露。欣赏他，对，真的欣赏他。是啊，真的真的，私底下或戏里面都是欣赏他的。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我们戏里面所有男生你会选谁？包括表演子峰哥吧，因为他有钱啊。没有，这是开玩笑。我觉得他其实不管是戏里面是不用讲，私底下我觉得是跟哥哥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说什么我有钱来跟我在一起，我要去真爱，我告诉你。BB 给他一个拥抱 ，BB 可以啦。而调皮的楚楚甚至还在大合照时，趁正宫赖雅妍不注意时环抱毕书尽准备偷亲，再度引起粉丝一阵讨论。如果爱上哥们拍个番外篇，应该很多人都和小记者一样想看霸气的楚河哥哥会如何扑倒花美男毕书尽，这样另类的剧情啦。吴思贤、洪延祥同样是因为戏剧延伸料理高校生的智深恋开拓的男男 CP 的小鲜肉市场。剧中吴思贤和洪延祥因为一个不小心的互撞男男吻被粉丝送作堆，不但彼此将真爱的一幕初吻献给了对方，希望两人也乐得当起官配。故意揪大家那个拍照，然后所有人，然后1、2、3，然后他吓到我，反应那么激烈。没有，就是有男生跟女生，结果全部里面吓最大的就是他。这些男的，因为我很信任他。你也太容易受惊了吧？没有，他很信任我，他完全没有疑虑。所以你的真爱是？哦，真的假的？我喜欢皮肤比较健康的。脸都红了，脸都红。对啊，哎，你怎么脸都红了？因为我刚被人骂了那个。没有啦，他看到我，通常大概过5秒之后就会变成这样。真假的？有着青春无敌的本钱，相信智深恋也很有发展的潜力啦。林俊杰、张怀秋跳脱戏剧圈的配对，唱片界竟然也有男男 CP 配对，感情超马局的 JJ 和怀秋就是最佳，也可大胆称为唱片圈唯一的男男 CP。 两人不但好到在工作上经常有合作，私下更是形影不离，都已经快要难分谁是谁的背后灵，这么紧密的程度简直比连体婴还要紧。双方的粉丝爱屋及乌，忙着把两人凑成一对，浓厚的爱意旁人都感觉到炙热。JJ， 相信呢你一定会有机会看到这个影片的，但是因为我们私底下比较少这种比较感性的讲话，但是还是要跟你讲一下，就是我们认识了这么久，然后在这一路上面对我的帮忙有这么的多，不管是工作上面的建议啊，或者是人生方面的方向也好，我都真的很感谢你。我们甚至还有讲过说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国外上课，不管是上音乐课也好，或者是上表演课也好，如果有一段这样子的时间，然后我们一起去背书包有没有，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去上课，这种感觉我想到我就会觉得还蛮好玩，然后会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希望你也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另一半，然后有机会的话就赶快婚事就赶快办一办吧，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状态上面已经准备好的男人，然后我觉得你也蛮适合踏入家庭的这一步了，所以我真的祝福你在新的一年能够找到另外一半。怀秋深情的告白时刻是不是真的很感人啊？在一旁的玩鱼小记者都听了红眼眶。不过男男 CP 入围者来势汹汹，这真情能否杀出重围，还得看最后一组入围者啦。谷谷、小艺。MP 魔幻力量的谷谷和凯凯又以偶像包袱的称号走跳江湖，不过谷谷的官配原来还另有其人。你到底要我怎么了？我跟你说，虽然我中文说的不好，但是你俩使命。我刚才看你念的，你俩使命了。我要用我的破中文骂死你！这台哪是网牌？你要闭上，你不要。左手先，这边。怎么会啊？声音啊！
王宇小记者小易负责相信音乐这条线路多年，和 MP 魔幻力量有着不同的革命情谊。就在密集的工作相处下，小易开始对贴心的谷谷动心，率先发起攻势。先是对镜头放话彼此是关屁，两人更经常在网络上调情互动。这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还真蹦出了个假假配对，谐趣的组合意外撞出高人气。而金鹰奖的最佳男男 CP 入围竞争激烈，大会首次将决定权交给观众，不但谷谷和小易拍起催票影片，就连 JJ 和怀秋也各自在网络上呼吁粉丝投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投票数就突破10万，最后以近39000票夺下冠军的则是他们啦。哇，太激情了、哦、耶、yeah! 你怎么动起来干什么？耶、yeah, 我们得奖了。真的假的？得奖了，我们得奖了。果然上次催票有用啊，我觉得这是实至名归，这是实至名归。而且你知道我们在柜子里面打开就是有一个含义在，出柜，一个出柜的概念这样。有有有，没有出来，蛮感动，蛮感动的。我们没有串门把门打开，你要出来不出来随便你这样子。好，那不出了不出了，不出了不出了，是不是？好，你讲一下得奖感言啦。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一个事情可以打败真心真意的感情。嗯。不要闭嘴好吗？有没有吓到你？对对对。好，反正就是一个配对，就这样子啊。很好啦，很好，很开心啦、啊、就是一个配对。没有，因为这是一个谢谢大家的支持的样子。因为小玉真的很不错，我刚才在就是看她换衣服的时候，发现她脚蛮细的，然后屁股蛮翘，屁股蛮翘的。可是你不要，可以不要再就是单穿内搭裤在我面前游荡吗？没有，可是你有我知道你想要说，哎、欸，你腿蛮细的，然后屁股蛮翘的时候，你还有那么一句说好可惜哦、喔、这样。哦，对，我说好可惜，但我也不知道我那句好可惜是什么含义。没有，我觉得这是代表是你真心，因为我那时候听到你讲的时候是真的是 murmur 啊、哦，对 murmur 的好可惜，好可惜哦、喔。好可惜，是讲说，好可惜，是有可能说，好像是真的有可能这样子，好像是就是一些误会这样子，有一些误会，有一些误会，让我有些遐想这样子，没有啦，没有啦，也没有啦，没有。好啦，如果现在他有些遐想的话，我就帮他解决一下咯。好啦，那就大家先不要吵我们啦，拜拜，拜拜。